北山主说了，李晨岚没死之前，任何人不得进。没用，他杀不了李晨岚，你想让他死里面是吗？放开，放开！魏长，入安罗卫时，你告诫我入了安罗卫，最重要的是忠诚。兄弟们都牢记至今，如今你却忘了。八大女，让开！收手吧。门主那边，我救救你。让开！昔日的兄弟，如今自相残杀，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招摇一时，低价一市，只愿最爱的网上免税店网易考拉，邀您共享招摇。李晨岚，你只守不公，是不是看不起老夫？你是招摇的旧人，我敬你对他忠诚，不会杀你。哼，仙门主杀伐决断，哪像你妇人之人婆婆妈妈？像你这种人，就不配做我万路门的门主。嗯。千金，此时正是紧要关头，屏息凝神，气息切不可紊乱。南山主正在为沈楼主施阵，稍有不慎，寒毒就会复发，我们不能让他们打扰。我与你一同守住这道门。残余的寒毒已经排出体外，身体的根基也已经恢复了。可惜的是，废去的功法，我无法帮你恢复。再过来我就杀了他！废什么话？杀！阎王老子都不敢动我的人，你们敢动？南山主，沈楼主他怎么样了？怎么，你们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
你眼里只有我了，是不是？ 阿姐，处理完外面的事，记得回来报个平安啊。走吧。 你如果敢再动一下，你跟女主子都跑不了。我看你们是真傻，事情败露，你以为李晨岚会放过你们吗？
看见了吧？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能救你的，只有我。听你扯呢，好大的口气！十七姑娘奔波一路，还有几里路就到了，不如再坚持一下。哎呀，不行了，走不动了。那就吃吧。谢老板。东山主的食量如性格一般呐！完了完了，万路门出事了，门主李晨兰被端了！门主李晨兰被端了！哎，老板，再给我来两斤包子。嗯。东山主，万路门好像出事了。早就应该把那个小丑八怪赶下去，谁让他背叛门主？陆朝阳回来了！陆朝阳回来了！陆朝阳回来了！门主。门主，这东山主的性子甚是跳脱。这世间能有此赤子之心者，已经不多了。走吧。哎，阁主，阁主不回千尘阁了。还有几里路就到沉寂山了。陆朝阳回来了，那就顺道去看看吧。
门主，门主，你怎敢将门主之位拱手让人呢？门主，此人优柔寡断，毫无建树，将陈继山搞得面目全非啊！而且是我万路门门规而不顾，长此以往下去，必徘徊歧路，必后知之蛛啊，门主！优柔寡断，毫无建树，我却知他一人灭了南岳教，取天剑，破玉魔阵，大创宗门，行的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可是你别忘了门主，是他当年抢走了你的万钧剑和万路门主之位呀。我爱的人，我愿与他共享我的一切。错了，错了，都错了。陆昭瑶一向雷霆手段，最恨的就是别人算计他，抢他风头。怎会如此？不，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你不是我追随的那个陆昭瑶。你骗我，你们都骗我！你不是陆昭瑶，休要加重我前门主，休要加重我前门主！你可以对我不仁，却不能对他不义。我只追随陆昭瑶，尔等为主，何谈恩义？啊，李晨兰，如此，今天我们就算个总账。山主！叛徒，我们暗罗卫被你害惨了。莫青，莫青，你怎么了？莫青，莫青，莫青。北山主，北山主，云主，有这么大的本事，却安于一隅。陆昭瑶，你当年跟我说过，要杀尽天下为善之人，可如今大业未成，你只想先死，为了一个男人，你画地为牢。老夫隐有不甘，不甘呐！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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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姐，当年你被仇家所害，家破人亡，
拜我万路门时，可是曾发过誓言的，要绝对忠诚，永不背叛。可今日你竟残杀屠门，入万路门时你们都曾发过誓言的，要绝对忠于万路门门主，永不背叛。今日我陆昭瑶拥护厉晨岚为万路门门主，还有谁不服？咱们该听谁？我不服。我知道你不服，当初你费尽心机想抓住我和秦芷烟的把柄，欲将我们逐出万路门，只可惜纵使你机关算尽把我带到他面前，他却没有把我怎么样。两个秦芷烟性格相差甚大，原来如此，原来院子里的另外一个秦芷烟是你。原来你一直都活着，原来你一直都陪在他身边。谁敢动我门主？回来了。林子玉，当年我灭血煞门，救了十七和一众血煞门药人回万路门，你便是那药人之一吧？那又怎样？这些年我做你的暗罗卫，守你的万路门，该报的恩我早就报了。你还敢对门主不敬？你信不信我打死你？所以你就行如此叛逆之事，要将昔日同门斩杀殆尽，来满足你的一己私欲吗？还跟他说那么多干嘛？直接打死算了。陆昭瑶，我会回来的。有种你别跑！去，别急，以后再收拾他。平息余波要紧。你先去把顾寒光叫过来。好的，门主。禀报门主，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助门主一臂之力，铲除元杰余党，平息暗罗卫叛乱。门主，刚才我擒住周白，那是因为林子玉曾在元杰手下救过门主，我以为那样的情势下林子玉没有叛变，所以才相助于他。知道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随阿旦去清剿北山余孽。是，门主，属下一定鼎力相助。都已经结束了吗？这沉寂山的风雨都惊扰到江州城了，你怎么来了？你回来了。你看到我倒是淡定。那是因为一早便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回来就好。湛蓝，你的伤要治。十七已经去叫顾寒光了。也好，这样的话大家都到齐了。只是you
你们也没事吧？无妨。关关，陆十七，你干嘛？你跟我走。你干嘛？哎呀，你少废话。山主，山主，听说前门主回来了。山主呢？你说，陆朝阳回来了。你的愧疚，分我一半。门主，你放开我，陆十七！陆少瑶，你还活着，真是祸害刘千年。那是，我没夸你啊。你先看看莫青，他身上气息反常，不知是何缘由。反常？不反常，反倒不正常了。你们一个两个，三天两头给我找事儿，这么会造作，不如到我那儿讨点毒药。一个两个，都毒死算了。你看什么呀？唯独你最会找事儿。找过来了，门主，你看我把他带过来了，我听你的话。陆朝阳，秦阁主，许久未见。我有事跟你说。妥，正巧我对秦阁主也是满腹疑问。走吧。陈兰，当日在剑冢，是你带走了我的身体。你是如何知晓？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要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就行了。因为我的一个执念成了心魔。你可曾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当年我带领万路门一路南下，不想在锦州万剑阵折损人马，便原路折返。途经千城阁，听闻你是天下第一美男，心里好奇，便想抓来看看。你抓我来万路门，盯着看了一晚上。那时年少轻狂。现在想来，我师父真是神机妙算，早就算出我命中有一劫，刻意让我避开与你相遇。然而，该来的总是躲不掉。
之后，我心里大乱，竟渐渐生出心魔。心魔？我不能放任心魔毁了我的修为，便在剑中救下重伤的你，冰封在素山的冰窟中，是以续命的阵法助我拔出心魔。那你的心魔拔出了吗？心魔是拔出了，可却给天下造下了更大的怨念。那心魔便是现如今的心山江武。等等，你说什么？我们重新捋一下，我不过就盯着你看了一个晚上，就盯住个江武。锦绣大公子，找我什么事儿啊？新山江武，想来你也不想听我客套，我便直言了。我此番来，乃是想与你联手。哦，与我联手？金仙已逝，万路门元气大伤，我看着江湖正缺少个领衔之主，而你在逍遥客众多门派中风头正盛，我锦绣公子乃宗门各派翘楚，风头正劲，你我二人联手再合适不过了。那这领衔之主是我还是你啊？宗门领袖的位置归我，万路门归你，如何？提议倒是不错，只不过我还想要个赠品。是何物？秦千贤的脑袋。好，我答应你。哼，答应的挺痛快啊。你们宗门不是一向自诩为正义吗？早看那秦仙贤不顺眼，再有了，没人可以定义我的正义。哼，有意思。谈点实际的吧。在杀秦千贤之前，我要你替我去办件事情。你有何想法？诛人先诛心。陆昭瑶不是回来了吗？我想趁这个机会让你去江湖上散播谣言，就说秦千贤爱慕陆昭瑶，处心积虑复活了他，而他的圣人之名只不过是言复其实。你是想先败坏秦仙贤的名声，让他在江湖上再无立足之地。想和我联手吗？拿出你的诚意。错都是我铸成的，给你和天下人徒增困扰。我今日前来，欲求你原谅。原谅？这事又不能全怪你，何来原谅之说？
是你保住了我的身体，有什么恩怨也都扯平了。况且，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多说也是无益。不过，你以后啊，可别再对我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了。你如此貌美，我怕小丑八怪心里委屈。话说这陆昭瑶与秦千贤相见之后是暗生情愫，难以忘怀，竟将他藏匿数年，企图用千尘谷禁术将他复活。啊，复活？没想到那神仙一般的秦千贤竟然也会被陆昭瑶那大魔头的美色所迷惑呀。嗯，哎，然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喝茶，喝茶，喝茶，喝茶。说书人怎么会知道这些？都是胡编的吧？我也不知道，不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空穴来风也未必无因呢。爹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你囚禁在这儿。别怕，在这儿待着，等着我，等我回来。爹，等我回来。爹，你这个身体迟早要被你自己作死，之前已经被幻骨治好的旧疾现在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你以为你是魔王之子便不会死吗？找你是来治病的，别添堵了。你要是真为他好，就让他保重身体。用了那么久的九天术还没有死的人，我头一回见，算他命大。秦千贤找你所谓何事？为一些旧事，不足一提。哦，有件事值得提一提，那江雾的来历果然非同寻常，他竟然是秦千贤的心魔。心魔也能幻化成人，算是给我长见识了。你太闹腾了，赶紧走吧，别在这儿打扰病人休息。我也是病人啊，我的南山主。快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用不了功法了？为何用不了功法呀？就先吃了颗药丸，为了洗掉药丸在身体里残留的东西，于是。